2021年的香港經歷過過去這兩年多以來的政治風波和政治的巨變，有些人說這個是香港民主政治的終結，也有人說這個在國安大法立了之後香港才有重上正軌的可能性。其實我想先開始就問一問你，怎麼看現在香港的現況和現局？最簡單的說法呢，就我覺得現在我們就忽然移到另外一條位，就是我們現在不是循回由97年回歸一路至到幾年前都行緊嗰條軌道嚟到去進展，而家係一移移咗另一條軌道。你話即係有啲人話呢個係民主倒退，甚至即係民主終結咧，我當然理解佢哋嗰個睇法，因為就係我正話咁講，我哋一路都以為係沿住原來嗰條軌咧，就去一路就去到我哋嗰個最終嘅叫做民主嘅目標。咁而家忽然之間換條軌，咁但係嗱，現實啲講，我哋未換軌之前，到底仲有冇得行咧？即係當我哋2015年否決咗2017年嘅政改方案，即係否決咗呢個普選行政長官嘅方案，就我哋仲有冇機會再喺原來嗰條軌道向前行咧？當時嘅特區政府，當時有梁振英先生做行政長官啦，已經講到好清楚，佢嗰屆裏邊咧就唔會再重啟政改啦。咁到林鄭月娥接任行政長官咧，亦都冇任何承諾話喺佢呢個任期裏邊可以再攞翻出嚟。唔止咁，我哋見到凡親有啲聲音話要所謂重啟政改咧，中央政府就話，如果要重啟嘅話，一定係831方案基礎之上。然後泛民嘅即係泛民陣營啲人就話，如果831，我哋一定否決，冇得傾。係一個咁嘅情形啊嘛。香港而家最極具或者極待解決嘅所謂深層次問題啦，即係呢個字都用咗都大約我諗7-8年到啦，喺公共輿論裏面。你覺得呢啲問題，即係假設最重要、最關鍵嗰2-3個問題，你會話係邊三個問題？我睇嗰啲統計咧，即係你入到大學嘅人嘅嗰個家庭背景，係同我哋嗰年代比較。嗱，我入大學嘅時候咧，好多同學係住喺公屋嘅喎，嗰陣叫徙置區啊，係咁喎。有啲讀書讀得好叻嘅人，一讀完書出嚟就揾到份好工嘅人咧。他的家長是即係，譬如話做小販的有，即係做啲手作仔的有，係好基層嘅喎。但係而家咧，而家唔係喎，即係而家你即係真係你基層家庭通過教育向上流動嘅機會係少咗嘅喎。頭先都提過反修例啦，同埋即係成件事裏面，其實我印象最深刻一幕咧，就係你帶住一班有心人入去理大去，即係你話去營救又好，去協調又好，去同啲學生對話。行去嗰個理大嘅過程，喺街上遇到好多人。咁喺街上啲人嗰啲表現嗰啲反應咧，就令我身邊嗰啲朋友咧，就喂阿曾。你入去可能冇事喎，包括有啲著曬黑衫嘅後生仔、後生女咧，都話曾玉成又去幫下手啦，係咁喎。可能你入去冇事喎，咁啊，慢慢就即係佢哋就咁。後來連警方都同意啦，即係佢講明嗱，你入出嗱一行過呢條街咧，你自己負責嚇嗰啲安全係咁樣。咁因為我一入到去咧，啲傳媒圍住曬。所以周圍啲嘢咧，我基本上睇唔到、聽唔到。出翻嚟之後，先至同我一齊入去啲人話：，喂，你知唔知啊？嗰陣啊，有個人拉住個弓箭，幾驚佢真係咩？有一個吊住個汽油彈喺旁邊，係咁樣，我完全睇唔到。